肚脐要开始跟肛门一起做配合。肚脐跟肛门怎么配合？有啊，你只要有点远，对不对？有点远，前后他们很远哎。那汪老师最厉害，来，汪老师跟我做。汪老师来，邀请汪老师。感觉这是重点，学了20年了，来，汪老师来，站着就开始要练。好，过来，过到老师这边来。对对对，好，我用头这边来解释啊。对，好，请你把手拿起来。好。这是肋骨，这是横膈膜，这是肚脐。对，好腰，你看一般的腰会凹进，他汪老师也是一般，大家的他这边以前很凹的，他现在被我填满了哈。好，两个髋关节对夹，然后从骨盆底下，肚脐这样，嘴巴张开啊，头看见啊，你看他就塞进去了。你看喽，肚脐在这，对不对？往肛门里头这样互相靠拢。所以子宫就会吸起来，大腿里头肌肉这边会收缩，大腿往内卷，对，肚子往上卷，然后嘴巴张开，你会觉得缩得很紧。